来，有跟艾莉尔训练的举手。艾莉妹，艾莉妹哥，艾莉妹你完全忽视了。艾莉妹，我们这场妹要防女的。艾莉妹之后再聊啦。对你，艾莉是约你是不是？没有，是刚好朋友。对，朋友的朋友。谁的朋友？他朋友。对。那你怎么没有约到一号跟八号？因为我完全不敢，就是不敢。对啊，就因为我很害羞，看出来吧？这还没有出来。我一个朋友，然后是他的朋友，然后他说哦，袁成少你要来，好啊，直接答应，对，然后他就来了。Okay. 那我刚刚在看二号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尬看我，然后看完之后一个对笑，然后没了，就这样。所以我觉得二号对我来说也是个问号。好，因为我敏台的时候就觉得一号蛮好的，所以刚刚你可能看我觉得蛮尬，是因为我有点不太敢直视，就是帅哥的眼睛。我觉得有点害羞的时候，就有点尬，这样转过去。对，如果刚可能觉得二号蛮怪的地方，跟你小解释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一号是我敏台觉得最好的牌，因为他很阳光，然后来一点。谦虚一点，你现在才像女人呢。我觉得二号这个户外户太夸张，他这个娇羞流完全不管一号讲什么，他就是好人。但我觉得，因为我刚抿台的时候抿比较凝重，是一二十。可是我听完一二的发言，我觉得还 OK， 因为现在全场我觉得最怪，跟大家意见一样，